们好，今天又去地里地地，咱们走。去地里的路上都是苹果树。慢着了。走这种小山路不能太心急，要慢慢的走，走到快了就特别累。山上赶槐花蜜源，那座山上都是槐花，特别漂亮。今天必须得安排炖肉吃。啊、哦，歇一下，等下再走弄点。